终极格斗赛 UFC 164将开打，两位冠军狭路相逢。观众期待的终极格斗赛 UFC 164与哈雷机车合作，将在密尔瓦基开打，还请来两位轻量级冠军哈德森与佩提斯进行一番激战。两位大咖曾在2010年交手，当时哈德森被佩提斯一踢，兵败如山倒，甚至还写下纵壳格斗的历史。而这即将登场的激战是近年来最受期待的比赛，看来哈德森得好好整理一下心情，去接住佩提斯的猛烈攻击。哈德森能够保住轻量级冠军的宝座吗？还是他会将冠军腰带拱手让给佩提斯呢？佩提斯的飞踢会再造成话题吗？不如你也下场一起来较量较量吧。Subscribe for daily LOLs.